陈嘉宏上一次的初赛呢是5月8号，当时在新竹球场面对到中信金队，那么那场比赛他投了1又3/1局，那5月8号到今天中间已经休息了整整4天了，所以就体力部分来讲呢，陈嘉宏应该是体力还蛮充沛的。陈嘉宏上来要面对到的第一位打者是新浪牛队的第6棒郑达宏。那么后面看到是陈嘉宏今年球季的表现啊，战绩是1胜0败2个中继点，17局的投球当中被打了22支的安打，包括2支的全垒打，11次的三振跟4次的保送。变化球让郑达宏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，形成了一出局。拿手绝活哈，直插球，我这直插球是偏